各位善知识，妙法莲华经现在是讲的进门正说，也就是进门的正宗分，有三组说法。上第一组啊，就叫做法说一周立上根，法说一周的经文讲到上次讲完，在第二卷，现在是讲第二周比说一周，比喻说，比说一周立中根，这是正讲到这个比喻。经文在第79页，贯口本子的第79页，第六行，就是比说周科判，比说一周分为四科，第一就是正比开山显义，正说明比喻，比喻前文法说里面的开山圣的权会归于一佛圣，会归于一佛圣，叫做开山显义。这个经文呢，这个比说一周经文分有四段呢。第一是比开山显义，这是这一品经文，就是比喻品，经文第二卷的比喻品。这一品经文正是比开山显义，比说住的第二段，就是后边的第四品啊，信结品第四，那是中根临结，看那个贯口本子书迷上的那个科判啊。第二信结品，就是说明中根临结，就是目犍连、摩诃迦摄等啊。那么临结这个比说一说的道理，说明这个信结品。第三的药草玉瓶，药草玉瓶这一瓶啊，就是如来速成，佛经过这个四大弟子的说明，他的心结经过之后啊，认为他所说的道理虽然是对于他的临结已经表达出来了，但是对于佛说法的用意啊，他还是不甚了了。那么也是佛再说一个药草玉瓶，药草玉瓶来重塑他所临结的意义，站在佛的这一边又是怎么说，所以叫做如来速成。第四，为中根人受记，就是摩诃迦摄等，为这些中根人受记，就是后边的受记品，新结品以后第五受记品啊，就是以受结，受结就是受记，他这个还是按照古代的翻译，汉末，梁锦那一段时间的佛经翻译当中啊，鸠摩罗什以前很多把这个受记翻作受结，就是成佛受记决定成佛的这个道理，叫做受结。那么从鸠摩罗什以后啊，都翻作受记，翻作受记的比较多，受结的方法还是有了，比较少。那么这就是比第二周说法，比说比喻说，比说一周立中根的四段经文，就是一直到后边的受记品，您在第三卷。现在是先讲这个比说一周的正说，就是比开山显义，就是这个比喻品的经文，现在这一品经文呢，开头分为两段，第一是情，
第二是大，勤啊，就是舍利佛齐勤，舍利佛齐勤于佛，要求佛呀，为弟子们再开示这个，为中根开示的道理，所以先由舍利佛的齐勤啊，佛才说的，所以第一就是勤。勤啊，这个文字很简，只有一个字，就是舍利佛带中根人向佛齐勤，这个比说的道理。看这经文，尔时舍利佛白佛言：“世尊，我今无福一回。”请你佛前得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这一段文呢、在情的文字当中，先自己叙述自己没有怀疑了，那么也就是上根，法说一周立上根的这个舍利佛为代表。那么舍利佛他自己说，他真正得到了解佛出现世间的一大事因缘，他已经彻底清真明白，而时就是前面佛为舍利佛受记之后，天龙四众欢喜说句颂，说到今世若过世即见佛功德，尽回向佛道。这个句颂说完的时候叫做儿时，就在那个句颂说完那个时候，舍利佛就出来在佛前祈求啊，请求佛来为中根人说法。那么要请求之前呢，先禀白一佛说，我今天真正是彻底明白佛出现世间的用意，那么我以前的怀疑后悔这些情况现在都一扫而光了。所以说舍利佛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言说，世尊，以下就是舍利佛讲的话了。世尊就指的释迦牟尼佛，成佛了十法界中佛为最尊，为世出世间之所尊重，所以叫做世尊。所以佛弟子们对佛的尊称都称作世尊的。舍利佛对释迦牟尼佛说，世尊呢，我今无福一回，我是舍利佛之亲，那我舍利佛听过上面法说一周的法华经的道理之后啊，不会再有怀疑的情况了。前面没有听到法说之前怀疑，因为佛今天说的如果是真，那么难道以前的是假的吗？如果以前是假的，为什么今天又说这个？那么这些怀疑的心情听过法说的道理之后完全断疑了，所以叫做断疑生信，广开三显一，断疑生信。上根人他的疑问已经完全断掉了，既然没有疑后悔之心也没有了，不会后悔了。后悔什么呢？前面后悔啊，我太早就求证声闻的果地了，如果稍微慢一点，等到佛说大圣佛法的时候，我再来接受大圣修行，不就成为菩萨吗？当时有这么一个后悔之心，现在这个后悔之心也完全消失了。为什么？因为过去所行的都是菩萨道，以一佛圣法并没有相违背，那是事先的准备，都是需要的，所以不必后悔，这是应当做的。所以他到了今天没有怀疑也没有后悔。为什么没有怀疑也没有后悔，完全彻底的断疑生信呢？因为他亲以佛前呢，得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简单说就是佛的果位。前面佛已经替舍利佛受记了，那么经过受记之后彻底相信他决定将来就近成佛，那么由此也就可见佛为弟子们受记的重要性了，有多重要。
假如说法说一宗，舍利佛上根虽然是临解了开悟了，佛不为他受记的话，当时的声闻弟子们呢、他还不会完全的接受，那么就是舍利佛他也还不敢直下承担。经过佛替他受记，将来成佛的事由之后啊，那么亲在佛前听佛为他受记的经过，得到蒙佛的受记了，所以他所有的疑悔啊完全消失啊、真正的达到断疑生信的目标了。这就是舍利佛自己陈说他已经领悟而得到佛受记这种的感恩的心情啊向佛表达。下面的经文就是代替同辈的声闻人呢为中根人祈请佛再说法，所以接下去就说：世诸千二百心自在者，悉诸学弟，佛常教化言我法，能离生老病死，究竟涅槃。舍利佛先叙述需要请求佛再说比喻的道理，来启发中根人，使他了解佛出世的一大因缘的道理。所以舍利佛对世尊说这些1250人等已经得到心自在的千二百人，大家都知道了佛的常随众三家舍千人，舍利佛目犍连弟子各1001200，还有50耶舍长者子等50位青年出家，还有五比丘，应当是1255人。现在这里简单呢就说1200，那么还有55也包含在里面，他们都已经得到心自在了。什么叫做心自在啊？我空，证到我空，破除我执，声闻人证出证四果啊，得到阿罗汉果，他已经把我执破除了，我执破除，证到我空自离，就是所谓偏真涅槃，他由他的智慧，这个三乘共有的般若智慧啊，破除三界内的见思惑的烦恼，那么由此超脱三界内的轮回生死，断了见思惑，由此他的心地得到安然自在了，所以叫做心自在者。这是说明这个常随众的1250多人当中啊，他们已经证到四果阿罗汉声闻的究竟位，可是他们在从前没有证阿罗汉果之前呢，佛常教他，说我的法呀，你跟我修行就能断烦恼了生死耶，所以接下去说，悉诸学弟，悉，从前，这个从前没有多久了，就是指这几十年前了，1250人刚刚亲近佛，跟佛出家，还没有证到阿罗汉果之前，他们还没有证到阿罗汉果之前，住在修学的地位，学地，三果之前都叫做有学，三果之前，初果、二果、三果都叫做有学，正在修学的时候，所以初果叫做见道位，二果、三果叫做修道位，第四阿罗汉果才是无学道。现在这个学弟子正在修学的时候，前面的二果三果的修道位跟初果的见道位也包含前面的七方面，他们刚亲近佛，正在修学佛法，还没有证到阿罗汉果之前，生死没了之前呢，那个时候佛常常教化他们，
佛教化他的时候都这样说，说佛常教化，常常这样子教化这些1250人等念佛说的话，下面两句话呀、就是佛说的，释迦牟尼佛经常这样子教导他的弟子们说，我法能离生老病死了，能到究竟涅槃。这些1250人正在修学的时候啊，佛常常开导他们，哎，我跟你说啊，你们跟我修学佛法，你要知道我的法呀，才能真正使人断烦恼了生死。这个世间人的生老病死苦啊，你如果不修学我的法是没有办法超脱的。现在你跟我的法修学了啊，修这个37道品等啊，自苦断集目灭修道，你接着好好用功啊，就能够超脱世间的生老病死苦，见思烦恼断了，生老病死就消除了，就没了。那么由此就可以证到声闻皆位的究竟涅槃。究竟啊，就亲自证入涅槃的果位啊，在声闻的果地上是最高的境界，所以叫做究竟，彻底了啊。站在声闻的立场，偏真涅槃是最高的境界，所以叫做究竟。涅槃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寂灭，所有的烦恼断尽了，那么就是灭除烦恼，正到圆寂，这个清净的涅槃它已经证到了，所以叫做寂灭。心意叫做圆寂，翻作圆寂啊，功德到圆满，烦恼已寂静，所以叫做圆寂啊。佛常常教他们呢，眼睁断惑啊，努力进修求证涅槃。那么后来他们都是按照佛说的方法呀去修行，都证到涅槃了，他们都亲证这声闻的果地。这是先叙述1250人等在初亲近佛的时候没证果之前呢，都有听到佛这种的说法，那么后来他们证果了。接下去的经文说，是学无学人亦各自以利我见及有无见等未得涅槃。这是说那些1250人听佛说法如法修行正果之后，他们按照佛所说的，他所见的，所证到的，那么心里也就有这种的感受，是这些正在修学求证无学道的人头一个学字啊，指的是他正在修学正在修学无学道，现在都证到无学了，无学就是阿罗汉，证到阿罗汉国四国阿罗汉，他正在修学无学道而证到无学了，那么就是没证果之前是正在修学无学的人，现在已真正果了，就是无学皆位的阿罗汉，所以叫做学无学的人，这是一种说法。那么这是完全指的已经证果的方面说，还有一种说法，学之啊，指三果之前正在修学的人，三果之前见到修道都包含在里面，无学指阿罗汉第四国，总之指声闻人，学以无学，学指三果之前，无学指第四国。这些声闻人不管他有没有证果，他们都有这种感受，这是第二种说法，都可以通。那么现在是越这个已经证果的人来说，一个自以离我见即有无见等未得涅槃，他们自己已经证到涅槃了，那么已经各个证到涅槃了，内心有这么一种感想，也就是他们已经按照这个方法去修行啊，个个已经证到涅槃了，
正道涅槃的境界，如果你已经离去我见，我见呢、啊、就是五力识里面的第一身见，我就是身啊，我们众生执着有身体，执着有这么一个身体，就是我见，我执了，我执，我见，啊，那么在五力识里面就是身见，他已经断掉五力识的身见了，没有我执，证到阿罗汉果，没有我相，没有我执，啊，那么就是没有我见，并及有无见等，有无见是边见，五力识里面的第二个边见。无力识记得吗？身见、边见、见取见、借境取见、邪见，这个叫做无力识啊。最起码他们正到出国的时候啊，就没有我见了，我相就已经去掉了。那么到了正四果阿罗汉了，就是完全正到我空的境界了，正入偏正涅槃了。那么这些人不，既然没有身见，也就没有边见。有跟无就是断跟长，无见就是断见，有见就是长见，有无就是长断长二见。有见认为人、动物有灵魂、有世神，死了他再转生，但是这个长见外道啊，他执着认为人的灵魂永久是人，人死掉了再转生还是人啊。那么狗的灵魂，狗死掉了转生还是狗，狗的灵魂永久做狗，这是常见的错误啊，不是这个样子。如果真的是这样子，那做善何为呢？作恶何为呢？啊，假定说人的灵魂，人死掉了永久是人，那还怕什么？可以无恶不作啊，太郎半会都不要紧。为什么？因为反正人的灵魂永久是人嘛，啊，既然如此他怕什么呀？那这个世间的因果就不能建立了，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常见是错误的。印度有这么一种常见啊，佛法是讲因缘，因缘果，你造什么因接什么果啊。知道人精神不死，有灵性，有世神啊，但是按照他过去所造的业啊，六道里面呢天人欧修罗地狱鬼畜生，在六道里面轮转不息啊，人也会转生到畜生道，也会到地狱道，也可以升到天道，不是像常见外道啊，他执着啊，人永久是人，没有这个道理啊。所以做善有善报，作恶有恶报，佛法把它改正过来啊，认为他这个常见是不对的，所以有见就是常见，无见就是断见。什么叫做断见呢？就是唯物论，他认为死了，人死了，什么都没了。我们中国的古代的一向认为啊，人不过是一种气体，那个精神就是一种气啊，所以他说气子轻轻上浮者为天啊，气子重浊啊，气子重浊下凝者为地。当然人死掉了，轻轻之气往上升到天上去了，重浊之气下凝就是归到地去啊。所以人死掉了，在九泉之下呀，就埋在地里呀，啊，归土了。那么他认为人死如灯灭，死掉了就没了，啊，好像这个灯啊没有油了，灯没有油了，灯一熄了，什么都没了。那么这样子，所以他就不知道有什么因果不因果了，啊，那么他也是无恶不作可以了，反正人死掉就没了吗？啊，既然人死了什么都没了，那么他做善何为呢？作恶何为呢？结果呀又是没有因果，所以这个无见的断见也是很严重的错误啊。常见断见的这个边见呢，都是以众生有害的啊，是一种邪见，不正确的。那么到了正出国以上就断掉了，正阿罗汉国第四国呀完全没有了，就是完全证到我空涅槃了。
那么深涧边涧，边涧都去掉了，下面一个等字，等啊包含后边三种的涧，涧取涧，借境取涧，啊，涧取涧是回国借国，借境取涧是回音即音，邪涧是波无因果。总之啊，这都是没有因果的观念啊，或者是错误的因果观念啊。那么这些错误的观念呢，他们都没有了，都消除掉了。所以离去我见，并且也离去有见无见，也离去见取见、借进取见、邪见等这些错误的见解，整个都消失了，都没了。那么因此他们亲证到偏真涅槃，我空自离，证到空，证到这个中真空自离，就自己依偎我已经证到涅槃了，未得涅槃，自己依偎，自己依偎，我已经得到涅槃。实际上他们得的偏真涅槃呢，是个化成休息的地方，跟佛的涅槃相差很远，那么还不是到宝所，还是在化成里，但他们以为啊跟佛一样了，所以后来到了法华会上，听到前面的经文呢，法说的道理他还不是了解，他会升起一些问题，所以接下去舍利佛就代替他们说出他们的心里的疑问了。而今于世尊前，看出经文了，闻所未闻，皆堕疑惑。这就是舍利佛说出那些中下根性的人，听到上面法说一周的法华经的道理之后啊，而今，今就现在的，今晚，当下，就在灵山会上，听到释迦牟尼佛前面法华经的方便品的道理，在释迦牟尼佛世尊面前，听到前面法说一周的说法。闻所未闻啊，四十一年来不曾听佛这样说过来，我还没听到这样讲的哦，四十一年来我不曾听过佛这样说呀，好像你老人家今年七十几岁了，是不是有一点老糊涂啊，怎么为什么今天说的跟从前都不一样了，他们心里都会有一点怪怪的感想。闻所未闻，听到前面方便品里面说的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唯有一身法，无二亦无三，那么这些道理四十一年来从来没有听过，没听到，今天刚刚第一次听到。那么这个听到这个话之后啊，他们皆堕疑惑，中下根性的人听到这个道理并还没有断疑，上根是断疑开悟了，中下根性还没断疑，他们心里都堕落在怀疑迷惑的迷魂阵中，不了解为什么会疑惑呢，他心里这样想，如果从前我修的如果是对，那就怀疑今天佛说的是不对了，可能是老了，讲话不标准了，会不会这样子啊？如果今天讲的无二亦无三是对，如果今天讲的正知舍方便但说无上道是对，那么我前面修的那不就下修了吗？晚安修为了，那我前面四十多年来讲晚安啊，辛辛苦苦这样下功夫七方便。五听心观别相念总相念暖顶人事第一，然后断见惑断思惑辛辛苦苦啊，断见惑于如断四十里流那么辛苦的断烦恼，那么如果今天说的是对，那我从前学的呀，那真是冤枉了，跑了那么多的冤枉路，兜了一个大圈子，那么释迦牟尼佛你大慈大悲，为什么叫我这些弟子们绕了那么大的圈子到了这个地方来啊，所以他们都怀疑佛说的不晓得是哪一种对，这个难怪了，他们过去已经是辛辛苦苦修正，一入门听到佛说法完全接受，
而且听证完全没有怀疑。今天佛跟他说，哎，你们修的那还不对啊，那不是就近了、啊，那你这是暂时休息一下而已，你跟我呀距离很远嘞，他们哪里有不怀疑的，这个话从来不曾讲过，所以他们就怀疑了。他不知道从前的权呢、啊、是为食而是权，前面四十余年来说的教你们这样做这样学的，就是为了今天啊，这权是为食而是权的。假如我们从前没有这个权法，我当时就这样讲，你们能接受吗？没有办法的。婴儿刚出世没有多久的时间呢，他必定要吃奶的，你拿米饭给他吃，他怎么能够吃得下去啊、绝对会见死哦，那是没有活命的事希望了。所以那个时候不能跟你这样说，就是叫你们吃奶啊，刚出世嘛，应当吃奶，这个为食而是权。那么今天是显实了，开权显实啊，今天说的才是就近真实的，因为你们长大了要给你饭吃了，那么你为什么十几岁二十岁了还要吃奶啊，这不是太笑话了吗？啊，所以今天给他饭吃他反而怀疑了，因为他几年来啊，是几十年来假妮假冠喜啊，啊，都是吃奶的，现在给他米饭吃，给他大面吃，他觉得奇怪啊，今天为什么要我的牙齿来撅啊，啊，以前都是妈妈撅好给我吃的啊，一到嘴里咽下去就行了，你听了会恶心哦。哦，从前的小孩子婴儿都是这样长大的啊，四五十岁这一般的我看都有吃过这种的啊，妈妈还睡暖不吃长不大的啊，从前人都是这样子哦，那不讲究什么卫生不卫生了啊，那么母亲的嘴巴里撅啊撅啊撅啊撅得很烂的，就喂到这个儿子的嘴巴里面去，大家都吃过的啊。那么从前不能不这样子，现在你还要佛老佛爷最好给你吃啊，这难免太过了吧啊、你们应当有自己牙齿都长大了都那么勉励的，好好的自己下番功夫吧啊、所以现在一听到这个话他们就怀疑了，哎，皆都疑惑，为什么从前这样讲啊，今天又这样讲啊，说的都不一样了，使得他们呢无所适从了。所以最后下面就是舍利弗代替中下根性的人呢、啊、起行了。经文说，善哉世尊，愿为四众说起因缘，令离一回。善哉，这句话是好啊，善就是好，好了世尊呐、啊、你就慈悲吧，你老人家慈悲吧，哦，虽然年纪那么大了，就不辞劳苦啊，为这些小孩子们呐、啊、好好的教导他吧。师尊呢，我希望您愿起望，舍利弗的起望，师尊呢，我希望你为这些中下根性的四众弟子们呐、啊、说起因缘，什么因缘呢、啊？为什么从前说的是方便，今天说的是真实？为什么今天要说正者舍方便，但说无上道？为什么说是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为什么要说十方地球更无一圣啊、除佛方便啊、这些因缘的道理，希望佛都能为这些中根以下的根性的弟子们啊、说这一佛圣分别这说三的原因。所以说愿为四众弟子们呢说这个您这个方便的因缘，使令他们离去这个怀疑之心，是从前对还是今天对啊、怀疑之心啊、那么如果他觉得是今天才对，他又后悔了，后悔他走了这么多的冤枉路啊、他又后悔，那么这些他们的疑团呢，希望佛都能够一一啊替他断除。所以这就是舍利弗的祈请。舍利弗祈请的经文就到这里啊、下面呢就是佛的答复了啊、就是科判里更字下第二大，只一个字大。
佛的大福。那么后人的科判呢写的比较文雅一点，就是如来许说，如来就是佛呢，佛答应可以为他为舍利弗答应了这个为中根人说法，说这个比喻。那么这个大的经文呢有三段，第一是发起，那科判叫做发起，就是佛自己发起要大夫说下面比喻品的发起因缘了，要说下面的比喻的发起因缘，那么然后是正比说，正说比喻，正比说就是正说比喻。第三段劝信流通在后边聚诵，第三段的劝信流通啊，在第102页，你如果要知道的话，查出来看看，在第102页的第六行，卢舍利佛，我此法印未欲利益世间故说。从这个地方开始，就是第三段劝信流通，把科判弄清楚啊，科判不弄清楚，提不到大纲，那么意思就很难了解。先发起，第二正比说，那么第三的劝信流通是在后文，在句诵的后段，就第102页的第六行，卢舍利佛以下啊。现在先讲第一段，发起，佛自己发起要说后边的比喻啊，这个道理叫做发起啊。那么也就是佛大夫准许要为他们说，看着经文。而时佛告舍利弗，我先不言诸佛世尊以种种因缘比喻言辞方便说法，皆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这里这一段开头的文字啊，有一点责怪舍利弗的味道，你好好的读读看，好好的读读看，这一段文义里面看那个最后一个也字就可以明白，佛好像在责怪舍利弗，我前已经跟你说过了，你为什么还要再问啊？有这么一种味道。而时。就是舍利弗请问的话，善哉世尊，愿为世众说起因缘另立一回。这个话刚说完，那个时候叫做儿时，佛释迦牟尼佛对舍利弗讲，告舍利弗，对舍利弗讲，对弟子讲话就告。我先不言以下，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的话。佛对舍利弗说，我前面不是刚讲过了吗？先就是前面啦。我多加讲几年嘞，刚刚跟您讲过吗？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不言，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多加讲几年嘛，那怎么讲啊？诸佛世尊，无论哪一尊佛，前面的诸佛章，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当然释迦牟尼佛包含在里面。诸佛出现世间，都是用种种的因缘，用种种的比喻。用种种的言辞，以这些玄巧方便来说法，就是指前面41年的全说，这就是纸上的说明全的道理，就是开全，释全的用意，今天开全的也这个意思。皆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这是显实，显实开全显实啊，前面法说一周里面开全显实。我不是说过前面的种种方便41年的方便呢，那些二圣三圣之法，这些方便法都是为了要你们成佛耶。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佛的果位啊，这都是为了要你们成佛呀。从前世的二三之权呢，都是为了今天的一时耶。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里面还有责怪他，你是在问的不该问呐、那么我已经跟你说，会前归实，会三归一，那么这些种种全巧方便的道理，前面已经讲过了，你怎么还不懂啊？还要再问呢、从前我们跟
长辈们学法的时候啊，第一次问老师，师长们都会很好意的对我们解释，哦，这应当如何如何啊，替你解释。可是你的记忆力差，听过一遍记不得，又忘掉一两句了，回头再来问啊，师父啊，我这句忘掉了，这是怎么说呀？啊，那么这个时候第二次来问呢，这个长老师长他就先把你呵斥一顿了，你怎么没注意听呢？啊，我多加跟你讲过呢，你还没注意听。嗯，又遭到这么一句话。嗯，这种钉子我碰到很多了，我是碰过很多了，现代人碰不到了。现在碰的是软钉子，软软的啊。我从前碰的是硬钉子，一碰就是这么一种钉子。啊，第一次问都会很好的好意的替我解释，忘掉了再来问第二次，好了，必定第一句话就是这么一种呵斥的话，而且语气很重啊。我在跟你讲过呢，过没记起啊？啊，没看注意的，就是来这么一顿，啊！现在人您这么说呀？那这么一说，好了，再见，撒由那拉。嗯，他就向后转了。你要再看他，见不到了。为什么？你这么重的语气，来说他，这个有教无类啊，那么你要毁人不捐啊，那么我只问第二次而已呀、啊，第二次而已呀、啊，而已来过而已，那我只问第二次啊，还不是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你为什么就生气了？这个弟子就会动了这么一个怪念头，他就向后转了。日本话的马来咪吉向后转，往回头就走了，我不跟你学了，我不跟你学总可以吧？好，那只好说再见了。从前啦，没有那么好的，那么你如果再问第三遍，这问题更大了，问第三遍的问题更大了，所以啊，当时释迦牟尼佛在世，好像也有这么一种的威风凛凛的情况。不晓得那个时候舍利佛有没有发抖哎？不会的，他没有我相，他已经是那个时候是初住菩萨了，不只是阿罗汉而已。舍利佛在这个时候问这个话，他已经是初住菩萨啊，原初住菩萨，不但是阿罗汉而已啊，他不会发抖。如果是我就会发抖啊。那么佛这个味道有点责怪他，佛是大慈大悲的，虽然有这么一种伪。伟德的表现，伟言的表现，但是他还是要替他解释，世诸所说皆为发菩萨故。我跟你说了，前面说的开句拳法四拳，设三拳，今天是一时，都入佛道，都是要你们一切都成佛，都是以菩萨道来教化你们呢。从前的三善法通通都是菩萨道，所以后边经文说，汝当所行是菩萨道，渐渐修学悉当成佛呀，那么都是菩萨道啊，没有错的，难道你还不了解吗？接下去佛就答应了，然舍利佛，今当辅以比喻呀、啊，更明此意，然这个字是转喻词了，文言的字啊，它这个古文的字好就在这里。一个字里面呢、啊，包含很多道理。它这么一个然字，这个然字有三种意义，有三重意义，要会读书啊。这么一个然字转喻词，第一，转喻词，前面责怪他，现在翻过来转变文句，答应他要跟他说，否则他会害怕呀。这是第一，转喻词。第二啊。这个然字是一种慨叹声，哎呀，你安尼呀，你好多也未了解哦，有这么一种慨叹声啊。然有这个然字有这个慨叹的意思啊，嗟叹这个学的后学啊这么差劲啊，你这么差劲啊，你的记忆力这么差呀，非我再说第二遍不可呀。实际上还不止说第二遍呢，将来还有说第三遍。第三个意思，永诺意，
答应的意思，然，这个然字有答应的意思。好了，我会听你讲了，你得注意听哦。我会听你讲了，这是第三，答应，答应，永诺。舍利弗呀，我会听你说。我现在更当用比方啊，前面用法说你不了解吗？中根人不了解，我现在用比喻来说更明此意。诸有智者以比喻的比喻的解，有智慧的人用比方来说呀，他就会了解啊。用比喻比的他能够得到了解的，这还是个有智慧的人呢。比喻能了解，还算是有智慧的。连比喻都不了解，那是太愚痴了。跟你说白都白呀、啊，好像这个白莲花那么白，好像这个墙壁上的白粉那么白，粉刷的那么白。有多白啊，好像这个雪啊、冬天下雪那么白，这是比方。您听到这些比方都能了解了，哎，行了，那算你有智慧啊、跟你说这些比方你还不了解啊、像什么这个白像什么呀，像百合，百合那么白，拿百合尖你一摸，砰，飞走了。哦，我知道了，白是会飞的，这个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啊，他以为白是会飞的，白不是会飞的啊。那么因为他眼睛看不到啊，就发生这个问题。所以有智慧的人用比方来说，就会了解。所以佛答应了，我用比喻，接下去用比喻为你说。这科判叫做发起，科判叫做发起，用意就在这里啊。就是发起下文呢、啊，正说比喻啊、那么这个发起的意思说完了，接下去是正说比喻啊、我们留到下次再讲，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下课。